Poo, come her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aby. Ayo. I'm trying to let go of this heartache. It's been following me around. It wakes me up, it shoots me down. At this point, I would rather be numb. I'm sick and tired of emotions. They've never done me any good, just tore me up into bits. I wish I knew how to call it quits. I should know by now how to live without her. Avocado toast， 刚刚分享了一下我怎么做 avocado toast 的。平常很多人喜欢做 avocado toast， 都是一片一片薄薄的 avocado 直接铺在面包上面。可是我自己喜欢这样子吃，因为我觉得这样吃口感会比较好一点。今天没有喝咖啡，我配了一个茶，然后还有一点点水果，然后还搭配了一个 boo。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一定会有它。Hi, good girl. Good girl, but no food, no food for you. 老公帮我把我的这个窗帘安装上去了，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现在我要把这个洗好的被单呢全部套上去。我还买了一个新的 IKEA 的被子，所以呢把这个被套什么的都弄好。快速的把这个床弄好了，它现在有点皱皱的，应该过几天就好了吧。耶，好开心哦，看着我们的这个 nursery 的房间一步一步完成的感觉还蛮好的，蛮期待的。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小星星的窗帘的绳子，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买到的，我觉得它非常的可爱，而且收到之后呢我觉得质感超级好的。后面是这样子磁铁的，我自己是缠了两圈，因为这个窗帘比较薄嘛，然后呢直接把它这样子吸住，就可以这样子固定住了。 Hello 大家，今天好像是第一次面对镜头跟你们讲到话，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实在是太邋遢了，我刚刚呢好不容易去洗了一个澡，然后化了一个妆，所以现在想说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天。之前呢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问大家说希望在我的 Vlogmas 当中呢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有些人说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圣诞节礼物要送什么比较好。我觉得这个 topic 呢其实还蛮有趣的，虽然呢我觉得送礼物算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东西，因为首先每个人的预算不同之外呢自己想送出的东西还有对方想收到的东西其实都很不一样，所以当然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朋友跟家人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去送比较适合。不过呢我想说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gift ideas， 因为我最近开始准备一些送给朋友跟家人的一些圣诞礼物了。那前阵子呢因为有 Black Friday 的 sale， 然后呢我在 Selfridges 的网站上面订了一点东西，那我这几天收到包裹了，所以想说可以跟你们一起开箱，然后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朋友。他们这次是分开了两个箱子寄，我先把这个比较小的打开。
首先开箱的东西呢是这一个，这一个是一个英国的品牌，它叫做 Tom Dixon， 然后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扩箱，这个扩箱其实我家已经有了，我现在去拿来给你们看。这个扩箱呢长得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超级美的？这个呢是我朋友他2年前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它的外形呢很简约，可是也很亮眼，然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呢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它。如果你们有看到这样商品的话，可以去闻一下它的味道，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味道，所以呢我这次就在 Selfridges 上面买了这个。那这个我就先不打开了，我还没有决定要送给谁，不过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给了我一个 Jo Malone 的袋子，这个箱子里面呢有几样商品，我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好了。首先呢是这个，它是 Jo Malone 的一个蜡烛，它是去年非常红，然后呢很快就缺货的一款蜡烛。这个蜡烛刚开始是 Eileen 她告诉我的，因为她自己买了一个，然后她说非常的好闻，结果呢我要在 Selfridges 上面买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卖光了，没有想到呢它今年又补货了。那因为我最近怀孕，然后我不能用这种香氛类的商品，所以我还不确定我有没有要把它留下来，搞不好如果我觉得有适合的朋友的话我也会送给他们。买到的蜡烛就是这一款，它叫做 Peony and Moss， 这个呢我记得是去年的一个 charity candle， 就是它是做慈善的一个 candle， 它总共好像有出3款吧，不过呢这一款是卖的最好，然后也是最好闻的。今年呢 Eileen 跟我说它又补货了，所以我就赶快马上下单买了一个。接下来呢买到了3个保养品，这些保养品其实我是自己想要补货的，不过我觉得如果想要送人的话也还蛮适合的。那首先呢就是选到他们家的这个眼唇卸妆液，那因为我自己的那一个已经快要用完了，所以呢我就趁这一次有打折的时候我就补货了。再来呢就是我爱用的这一款 Clarins 的这个 Double Serum， 我这一次呢因为稍微动作比较慢了一点，然后我没有在它 sale 的刚开始的时候去抢，结果呢它的大瓶的就卖光了，所以我就只好补货了一个小瓶的。第三个呢是 Lancome 他们家的睫毛膏，这个睫毛膏呢我想要把它打开来，因为它是他们的 Holiday 的 Collection， 所以它是比较特别的，看它是整个是银色的管子的，然后下面有这样子3份，我觉得超级美的。这个睫毛膏呢也是 Lancome 他们家我最喜欢用的一款睫毛膏，我觉得它珍藏的效果非常的好。接下来要分享的东西呢比较特别一点，它其实是一个家居类的商品，它其实是一个那个餐桌的垫子，品牌叫做 Chilliwack。他们家呢其实很多餐店还有一些摆在地上的一些地毯跟垫子都非常的有名，那我这一次呢挑了一个金色的，然后它是有点像八角形的这个形状的。这个餐店呢因为它本来的价钱不便宜，所以我就等到它有这个8折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一口气买了4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当做圣诞节的时候摆在桌子上来用的。如果你们刚好有朋友是搬新家或是很喜欢在家里摆设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 gift idea。 接下来的最后一样商品，这样商品呢其实我也是买给我自己的，不过我还没有确定要不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它的那个颜色，我不知道说我本人看到的时候会不会喜欢。很休闲然后很运动风的一款包包，这个包包的品牌呢它叫做 State of Escape， 它其实是一个澳洲的品牌，然后呢它其实还蛮有名的，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他们家的包。它是一个比较淡一点点的一个玫瑰色的。这个包呢我刚开始会考虑要买它，因为我想说它有可能可以当做一个妈妈包来用，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它就只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pouch，
这款包呢，在我买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 review， 然后呢，很多人说就是它只要弄脏了之后呢，可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洗，就非常的方便。其实看它看了蛮久的，可是我觉得它的价格不算是太便宜，它没有打折的价格呢，大概是2000出头港币，然后因为这次打了8折，所以它才是1000多块港币，所以我应该会慎重的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它留着。我刚刚还想到了几样东西呢，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当做礼物送给朋友的。首先呢是这个就是 Serene 他们家的那个晚安面膜。这个面膜的价钱呢，大概是美金好像70-80块吧。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在他的官网上面购买的话，还有9折的折扣码。那因为这款面膜呢，我自己用过，我也非常的喜欢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要去送给朋友的话，应该也算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圣诞礼物。最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个可以送给男生的一个圣诞礼物。我这次呢只想到这一样商品，因为是我上个礼拜呢买给我老公的。上个礼拜去逛街的时候呢，我想到说可以送老公一个平常的休闲的一个包包，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还蛮适合他的。这个包包的品牌呢，它叫做 Coach and Seal。 Coach and Seal 他们家的一些包包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的简约，然后还蛮时尚的，我觉得蛮适合我老公这种风格的。其实我去年送他的圣诞礼物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背包。我买的这一款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黑色的长方形的包，它的这个材质呢是这种防水布，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皱纹的。这个材质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里面的容量呢非常的大，它其实是可以装一个13寸的电脑的。后面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口，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扣住，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ift idea。以上的分享呢，就是一些我觉得还蛮适合当做圣诞礼物送给朋友的一些 idea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这次推荐的东西，如果你们也有觉得很适合送给朋友的礼物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我现在要来给布布吃点药，因为他每个月在月初的时候呢，都需要固定吃这一种HeartGuard 还有 Frontline， 就是它是可以防止那些 flea and tick 的。首先是这个 Frontline， 它里面是这样子绿色的 liquid 的，这个 liquid 呢是要放在布布的脖子后面的。我要把它的毛剥开，它放在脖子后面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它会舔不到。再来是这个 Heart Guard， 也是给它吃一颗。 Here's your treat, good girl。 我跟老公出门了，我们想要去铜锣湾买一点点宝宝的东西，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要跟 Cathy 一起吃饭。因为其实我今天是要去跟 Cathy 拿东西的，结果想说既然都要碰面了，就一起吃个晚饭。我们今天晚上呢又要吃火锅，可是这个火锅呢比较健康一点，它叫做温野菜，我们非常喜欢去吃，有很多比较清淡的汤底，我觉得它的肉跟它的蔬菜都还蛮新鲜的。我今天原本请老公带我出来是因为我想要去买一个 baby 的 car seat， 可是因为那种 car seat 呢，它是只有就是新生儿到1岁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考虑有没有必要买它，因为可能之后不知道用到的时间会不会很多。不过想说先去看一下，然后因为那里也有很多别的东西需要采购，所以呢就一次性的先去把它买了吧。I think the car seats are all the way back there.很认真在逛 baby 东西的老公来逛360，因为老公肚子有点饿，还没有到吃晚餐的时间。偷偷跟你们说，老公肚子饿的时候会很不开心，会有一点 hangry， 所以我现在不敢惹他。
这次下午5:15，我们决定要提早去餐厅，因为它5:30就可以开始吃了。然后我们三个人都还蛮饿的，所以就想说早一点吃完，早一点回家。好久没有吃到温野菜了。为什么？你们要先买些口包啊？Thank you. 我应该会点这个，我通常都点这个 A B C D 套餐。好啊，我们就点 C 餐吧，因为它 D 套餐太多和牛太肥了，所以其实吃不多，所以我们通常都不点 D 套餐的。嗨，咖啡。每天都在 vlog， 每天都在 vlog， 我每天都收 vlog 啊。I saw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 When our eyes met,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feel this way, and it's kind of strange.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刚刚跟老公跟 Cathy 吃完晚饭之后呢，回到家之后就马上换了一个很舒服的睡衣，然后就马上冲去剪片了，差一点忘了要来录今天晚上的 ending。 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还蛮推荐可以送给朋友或是家人的圣诞礼物。我刚刚突然又想到一个还蛮适合送礼的一个 gift idea， 然后想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这个 Moonglade， 它是一个香港的一个香氛的品牌。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所有他们用的香氛的材料呢，全部都是 100% 纯天然的。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小孩或是有宠物，或是你现在跟我一样是怀孕的话，都可以很安心的使用它。其实我前阵子在 Instagram 上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不过今天晚上呢，我想说可以把蜡烛点起来，所以我就想说再分享一次。这个呢是他们今年的圣诞礼盒，这个礼盒里面呢有两样商品，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扩香，布布你觉得有没有很香啊？ Does it smell good? Does it smell good? 再来呢是他们的这个蜡烛，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呢放了就是很天然的材料。另外呢他们还送了三个这个商品，第一个呢是一个蜡烛，它闻起来是一个淡淡的茉莉花香。再来呢是这个 Natural Essential Oil Blend， 它其实就是一款香氛的精油。最后一个呢是这个香香的喷雾，这个喷雾呢它里面呢还有一点点花瓣，它其实是那个薰衣草。接下来呢换 Bubu 来开箱了，我们来看看今天你可以吃到什么样子的 treat。 Yummy yummy， Where is number 6?哇 ，red color， 来 ，day 6 of Christmas baby， 今天已经是 Vlogmas 的 day 6了。我想要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前阵子呢，我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怀孕晚期的一些担心，还有最近的一些心情。那收到了很多人的私讯，还有看到你们留言之后呢，真的会让我心情有很大的好转。我刚开始录 Vlogmas 呢，也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陪伴大家度过12月的每一天。不过呢，我发现我这几天呢上传影片之后呢，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我觉得看到你们留言之后呢，不仅让我的心情变好之外，还有一种好像是你们在陪我度过 Vlogmas 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半夜一个人在剪片的时候，看到你们留言真的会给我很多的动力，要继续努力的剪片，然后拍片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给我更多的动力想要继续做下去。然后呢也谢谢你们陪我度过每一天。那我现在差不多也要回去剪影片了，所以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就明天见吧，拜拜。What a feeling, now it's time for Christmas.
And Christmas i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It's beginning to look like all my wishes are coming true.